倩倩，我知道你是湖南妹子，对不对？是。第一次在辽宁过年，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感受吗？哎呀妈呀，这可老好了，小伙带劲儿，小姑娘透亮，贼拉热情，人杰地灵，而且东北菜还好吃，辽宁简直是吃货的天堂。哎呀妈呀，怎么样？你这东北话都老老实了。吃的。哎呀妈，这老自然呢。估计一会儿咱们撸个串吧，这个老纯了感觉。确实，远道而来的朋友，我们东北人热情确实是需要好好招待一下的。那必须的啊，烧烤配啤酒，友谊天长又地久。必须的，说得特别好，特别地道。